大家晚安，感谢你们愿意，就是聆听前面的团体当然很优秀啊。那我是说，你们愿意留到现在，我们很感激，谢谢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曲子好听的时候会很激动，然后就有一点喘。然后不瞒大家说，今天早上还在中兴大学参加研讨会发表论文，然后昨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在改那个 PowerPoint。你们年轻人比较厉害哦，现在这个年纪不太会做这些东西，可能是如果学校有开课，我也来学一下好了。谢谢。接下来这首曲子是一首流行歌，叫《青春住了谁》，它的歌词是吴青峰写的。那这首曲子是我今年暑假我自己在外面有一个管乐团叫启声管乐团，我们把这首曲子当 anchor 曲，然后它没有管乐的谱啦，所以我那天有一点疯狂在。团练的前一天，演出的前一个礼拜，花了大概12个小时、10个小时，就是白天到晚上，一口气把它编出来。那我把这个谱就是拿来这边给新入的学生一起演奏。那请大家看一下你们节目单里面应该有歌词。那这首歌有听过的，来一点尖叫声。台下很多资深的歌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大家不要吝啬，拿手机来星光海吧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演唱，好不好？然后用这首歌献给新大附中，生日快乐！然后祝大家永远不管几岁回到这个地方，那个青春的热情、儿时的记忆全部都会回来。谢谢大家。希望会唱的可以跟着一起唱，谢谢。是因为